这里是全力以赴的行动派第一届全民运动会。我今天是哪吒王闹海，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啊，好可爱呀！为什么会有配音？气尽了，我跟你姓。你跟我姓有什么用啊？大力出奇迹，让你使点劲，没让你往天上使劲。好帅啊！大型社死现场。能扛，来吧，战斗吧，孩子们！哎哎哎，有吧？慢点，没事。慢，等一下。调整，棒，跳起来！杭州，一座有着千年古韵的历史名城，也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创新之城。2023杭州迎来亚运会，行动派将在亚运之城为亚运助力。这里是全力以赴的行动派第一届全民运动会开幕仪式现场，我是行动派体育协会大会长苏亮。下面让我们欢迎运动员出场。多项全能运动员的他，是游泳界深海游龙，健美操界人间惊鸿，我们的呼王黄明昊。Yo， 我今天是哪吒王闹海。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他就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击中你心巴的射箭运动员哈尼克兹。你为什么这么帅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哇，没了，你的钱没了。嘻嘻哈哈只是他的保护色，他是真的很快乐。挖坑运动员秦霄贤。我的坑就挖在这儿了，在小小花园里面挖呀挖。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是宇宙拳击手嘴皮子金腰带运动员李弘毅。你小心点，我挖了个坑在这儿，小心点。你别掉坑里了，别掉坑里了。特级跳坑运动员，平地有路我不走，孤身一王坑里行。他是何九华。坑在哪儿？啊，这个坑在这儿呢，坑在这儿。太好了，就这么重。你全程今天就只能这么录啊？再搭一把土，我得给你埋上。再搭一把土。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他就是特邀运动员。哎呀妈呀，这么复杂。天下第一以柔克刚柔术高手，韧带软心肠更软的祝世丹。哇！我这个出场，我本来想象的是几个完美华丽的转身，结果没站住就开始丢人了。好在大家都还很捧场。哇！哇，他这套好复杂呀。需要教你吗？不用。Hello， 大家好，我是祝旭丹，你们可以管我叫祝祝。欢迎。你是老朋友了，是吧？一个让我抓狂的女人。我怎么称呼你啊？叫老秦就行。老秦。老秦。啊！快点走，老秦，老贤。老秦，老贤，哎呀啊啊！哈哈，请终点见，老贤。我叫老秦，老贤，哎我。啊！猪猪啊，哎，你作为新来的成员呢，你对你哪一面比较能展示得出来？右面，一个让我抓狂的女人。右脸，我右脸好看，我背面比较好看。我上面，我意大利面最好看。那如果说让你们去参加比赛，你觉得自己擅长哪一个运动吧？其实我不敢说擅长，但是我有想挑战的，我想挑战跳高。来，给你来一个，。这是往我脸上走的。这句话我就可以说出来了，我就是尺。你知道我是杭州市
健美操第一名吗？我们是团体，我就被举起来的那一。你好妖娆啊，刚刚那姿势厉害吧？牛。今天我们来到了杭州，是的，是的，今年将会在这里呢举办一场世界瞩目的赛事，第19届亚运会。我可太了解了，电竞，电竞，我玩，我啥都玩，我还去过那个电竞的场馆呢，真棒，很羡慕，真厉害，谢谢，开捧了，这就开捧了，这就。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啊，那我们今天行动派啊，也是通过一场全力以赴的运动会，在你们当中啊选拔出一支精锐的预备代表队。好，作为行动派最强力量，助力杭州亚运会。那我们接下来啊就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场比赛。这个项目的话是一个国民基础非常强大的项目。不会是足球吧？就是足球。哇，太了解了。那我们在出发之前来一个我们行动派的口号吧。教教我吧，跟人过好状态，好状态，行动派。要不咱们照顾照顾他吧，咱们都给右脸好吗？好，好状态，行动派。来，我们再保一回李宏毅上边的好状态，行动派。还你背边的，还你背边的，要不然咱们都来。我们来个正面的啊，好状态，行动派，全力以赴的行动派二。众所周知，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我们请来了前女足国门赵丽娜。哇！有请赵丽娜老师。嗨。赵丽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门将。这次很危险。这次考验了赵丽娜。赵丽娜非常关键。嗨。是这么高啊？嗨嗨嗨嗨嗨！他也比我高多了。嗨嗨嗨嗨嗨嗨！你一定要站我边上吗？现在主打一个就是 WiFi。我1.88米，太高了，这个也。那个，你站他边上呗。那我，我不可能不在同一个画框里。既然请来了赵丽娜老师，那不如我们来一局刺激又紧张的点球大战吧。在接下来的点球大战中呢，谁能率先破门，在接下来的正式比赛中啊，就能够获得赵丽娜老师的一球 buff 加持。哇，请丽娜帮我们带一下热身怎么样？好，热身一般我们会从上肢开始。你们有人踢过球吗？踢过，踢过，踢过，踢过。他爱踢，他爱踢，他爱踢。但是他今天主管，你能踢吗？就最爱踢的人其实踢不了。那女生是不是都没有踢过球？之前他也行，他刚刚进了一个，守住了啊。他在外行。真的假的？你放水。姐，你对我们的实力不太了解。啊，我一会儿看看你的实力。站这么久了，来个脉动吧。谢谢。准备一下啊，状态回来了。你站起来都比门高啊。你都比门高啊。我这个变换步有讲究吗？你可以迷惑一下门将。我们现在是内马尔上身了。哦，哇，姐，你对我们的实力不太了解。我来。哇，你对我们的实力不太了解。哈尼加油，哈尼加油，把墨镜戴上有气势。哈尼还要戴眼镜，这是 AI 加成是吗？你看看，他其实是真行的。我是不是有球感？有，可以。是不是真可以，老师？他跟我比怎么样？比你差一点。好吧。比我差一点不丢人。为啥呀？因为我很强。露珠来了。我感觉我的运动细胞为零。没事儿。
来来来，噔噔，加油！其实就是打地下好进，因为他得下身子，他太高了。你看右下角，右下角，右下角。哦哦哦！哇！你看他是有实力的。是你是不是放水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下算老秦的。行行，可以。这一轮那就是老秦获得了丽娜的一球 buff 支持，在后续的比赛中呢，你可以请他为你踢一球。本节目由抖音全网独播，鲜时光 TV、 西瓜视频、今日头条联合呈现。阿维塔情感智能，悦己而行。今天要举行的话就是我们的潘卡足球，将桌球与足球的规则相融合，用脚来代替球杆。今天的比赛呢为个人战，你们需要以一个颜色作为自己的目标球，用母球率先将三个目标球击进的话，你将会获得优先选择队伍的权利。会吗？玩过桌球吗？没有。说实话我没有太擅长的运动，因为我的运动细胞不发达。加油，来吧，我开始喽。哇哇哇！啊，白球进袋。你的白色母球跳出界外，或者是进入球门，或者是没有碰到自己的目标球的话，它将会让下一位球员获得任意球的机会。下一位，居然任意球。直接任意球，扔一球，扔一下是吧？嗯，不不，没有任意，就随便放。你是什么球来着？黑球。哎，这个，这个可以自己摆吗？对，你摆过去。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摆可以，可以摆，摆。行，那你摆。哦哦，可以摆，对。我也觉得可以摆。可以。好狗我。有啥不能摆的？可以摆，已经摆到这种程度了，差点没给他摆门里，这要不进。哇耶，你要跳球，你要往上挑一下。你太看得起我了吧，这能进我倒立吃。这是不是多少有点为难了？哇！哎呦，谢谢！哇！这是谁呢？我的，这能进我倒立吃，还能通过这种方式进球呢。朋友们，给大家送冰水啦！谢谢。下一个红翼，都不好踢嘞，踢一个中袋吧。哎，有点中暑。我就进了，最后一球。可惜。安妮到你了。加油！我要自己摆还是不能摆？自由啊，开摆了。对，摆的。你不是绿球吗？排球规矩放下了，不能动了。可以动，你别理他。大力出奇迹！
让你使点劲，没让你往天上使劲。老秦，老秦，老秦，就是增加哈尼的游戏难度。哎，你给我放在那儿！你运你的球出去了，这台球规矩。台球有这个规矩吗？有，新国标。这个球出去了以后，有个可以放底的。好，小贾了。来来来，有伴儿了，来。开中。放这边，我还能赌。等一下，不是吧？是，别别别，是，贴底放。我跟哈尼过敏，不是，我贴那边。小贾，母球跳出界外，老秦任意球机会。这个要咋用啊？看过那老太太玩那个吗？啊，对，那门球是这么玩。哇！哦。然后我打对吗？不是，你拿脚。啊，你是带脚来的。我拿脚啊。蓝色。你踢不到蓝色，你也要任意球啊。我任务变难了，所以我只能选择帮老秦分担一些。OK， 下一位。哎呀，差一点。有点累了。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就可以了。信任，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信任，就一个目标，就是能踢到球就行。哦，白球进了，对不起。这就不一样，只要踢球，球就得进门。下一个是谁？猪猪。朱一丹赢了。我赢了，你先踢完再说。你赢了。哇！第一个胜出的是祝世丹。耶！很不好意思，但是赢了。下一位，哈尼，自由球，踢进了，我跟你信。你跟我信有什么用啊？大力出奇迹，信我这次。白球出界了，进去了，都算你输啊！我不赢就主打一个，不让你赢。厉害，好名好无白啊！踢进了，我跟你信。战术失败了，这，哎呦，还走位了，还。哇！哇！第二位胜出的就是哈尼克斯。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离得近。哎，有戏有戏。哎，进了。恭喜前三名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本节目由脉动独家冠名播出。
情感智能，悦己而行。本节目由阿维塔指定播出。第一个胜出的是祝绪丹，选择你想要加入队伍，你选择蓝队还是白队？我能选白队吗？可以啊。我能最后选吗？因为我觉得我得拯救所有人。我选白的，我觉得白的好看。你是什么颜色？我白的。我选白的。等等等等等等，你们想好了啊？俩女孩带一瘸子跟三个大老爷们干，怎么玩？赢不了啊！对面小贾、李弘毅、何九华，一个贼，一个坏，一个有劲儿，怎么玩？那我选蓝的，但我觉得你们俩的很默契，可以在一起。不不不，你选白的。然后你再要一个男孩，我是白的。那我们现在先恭喜我们的第一名祝绪丹，你将获得脉动回来特权，现在去领取你的特权吧。在之后的比赛中，如果你感觉状态不佳，你就可以通过畅饮脉动并说出你想要的特权。都可以有什么特权呢？收工。别了吧，才来。现在我们已经分好了两个队伍，但我们给自己取一个组合名儿吧。我们叫什么？叫至尊无敌魔。你怎么总是那么中二啊？孤独的狮子座王子雷欧，这样的人多帅。快，开动你的大脑。哎，这样吧，我们就叫哆啦 A 梦，对吧？我小夫，你是静香，你是罗大雄，你大雄。好红，好红。你好红，我们叫你好红队啊！你好红，你好红队。祝绪丹，许祝绪丹。祝呢？祝很喜庆呀、啊。你不祝绪丹吗？祝，祝福的祝。你把对方搞错了，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是祝绪丹。祝绪丹是谁？祝绪丹就你啊！你改姓了？你一直姓祝吗？你不会再报复我吧，老祥？他妈气死我了！怎么腿不好使，脑子也不好使了呢？祝祝，为什么非得是祝呢？绪丹，我们这个队叫祝绪丹，行不行？你就这么的没才华吗？你想一想。他说谁呢？你想，来，我们就在这等你，行？你们叫小花絮队。肖华旭，小花旭队。看不起谁呢？管我们叫小花旭。我们叫正片吧。行，我喜欢这种智商。来，我们就叫正片。我们就叫正片。加个手势吧，要不？啊，这样吧。啊，你站中间来。正是这样的，偏是这样的。我们悄悄的排练。我们还排，就这俩，我们还排练。我能忘了正片？我能忘了呀？你是觉得我们俩肢体有多不协调，还是我们公司智商有多低？正片儿，试一下，来，一二三，正片儿。他做错了吧？你们怎么那么默契？对个眼神，大概齐知道他想要干啥。要不你就跟着我们做行不行？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看的。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看的。我们再来一遍，必须喊齐了。一二三，正片儿。正片儿，那我又不傻，那我知道他们肯定就是想跟我反着来，那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来了。什么叫正片队？我们这个队怎么是不是名字弱下来了？叫导，我们叫导演队哈。他们叫小花，他们就是我们拍的。来吧，我们是导演队，我们专门拍正片的。队名都取好了。那我们现在出发下一个场地。哎，老秦，等一下，这台是拍你对不对？啊。这台是拍谁？拍你呗。不对，这台是拍我。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仨镜头就是一下拍俩人呢？思路很清晰，突然就给你来一个不知道从哪儿他搭个上哪根筋搭个上之类的一个想法，
他就跟你说出来了。哎，你好像黑了一点啊。你会聊天不会聊天啊？就是一个崩溃，就是一个一波大崩溃，是吧，老贤？他来了以后，我非常期待。我准备这一次呢，我见到他了以后，就是一波小报复。哎，你给我解释解释呗，当年你是怎么想的？你说哪一段？就那一大段。老贤，你看你在前面，你这样子，我后面就是听不清楚。老秦跟老贤差得挺远的，都不是一个折口。这你当年怎么想的？你看我在安慰你哦。时间去挑战了，拜拜。拜拜拜拜。嗯，很礼貌。哎，你好土啊。你好有礼貌啊，这叫有礼貌，这叫有礼貌。哎呦我天哪，好社死啊，我的天。红衣，你知道哈尼上学是骑马去的？真的？那你们这从小就骑啊？对，我们就是小时候就上学嘛，然后这比如说这学校，我就把马就是拴在树上。那你们学校所有人都骑马去吗？有的人是骆驼，分家庭情况吧。是情况好骑马，还是情况不好骑马？情况中不溜，就也不开车。车那你还得堵一堵，那个马什么的就不用堵。哦，确实，你们那边应该马更方便啊。不要再误导大家了，真的。我上次说完这句话，大家都认为这我是真的骑马上学。难道不是吗？你真信啊？我们上一季也是真信啊。主要是你太真诚了。对啊。哦，那我演得太好了。Yo yo yo！ 我已经听到音乐的声音了。哇，好帅啊！哦！哎！来啦！哇！因为咱们来不了，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新朋友们来到我们这边，欢迎各位的到来啊！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大会长助理 AD。其实霹雳舞呢，也是这一次我们第19届杭州亚运会首次亮相的一个项目。我们身后呢，就是亚运霹雳舞场馆，今天行动派要在这里展开一场特殊的霹雳舞对决，为大家也。准备了两位重量级的教练，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朋友，大家好。哎呀，朋友是要先来做教练是吗？让 solo 一段吧。你在说什么？好的，我们继续啊。首先是我们这位7岁打破连续做最多街舞大回环女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8岁获得浙江省青少年街舞冠军赛霹雳舞个人组女子乙组冠军的果果。你太棒了，太厉害了。咦，嗨一点。太厉害了。这是一个比较冷面的教练，各位队员小心一点。好，等会儿教姐姐的怎么好不好？来吧来吧，他有点害怕了。你可以跳一段吗？我们想看你跳舞，行吗？你可以跳一段教给我们吗？你要不要来我们队玩呀？跟怪哥哥在一起。只要那边的音乐一响起来，果果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想看想看，来一个，来给个音乐。你 ready？ 呀！哇！吼！哇 ！OK， five， four， three， two， one。接下来这一位，我们2020全国 BIS Pro Battle 冠军，2023年全国 Battle King 王者之战4v4的冠军 Breaking 新星靓仔，哎 ，Come on， 靓仔靓仔，不能不干啊，来吧来吧，
我不会，我真不会。他到底会不会呀？他想不想跳啊？今天呢，我们的挑战叫做霹雳舞版的猜拳大赛。我们将会设计三个单人的动作，分别代表石头、剪刀和布。同时，你们可以自己设计一个三人合体的动作，我们将会定义为万能动作。万能动作呢，可以赢过所有的个人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靓仔就会带领我们的导演队。然后我们的果果将带领正天队。你太棒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两边的队员跟随自己的队长可以开始练习自己的舞蹈了。来吧，那你要教我们什么？来吧，你教我们什么？完了，太完了完了。要不咱们开点音乐咱们聊啊。那我来帮你教哥哥姐姐跳舞吧，大胆一点，胆子大一点。我和果果老师来。我们要出石头或者剪刀布。石头是。What？ 石头是。石头。哎。OK， 石头。这个石头有点。不呀，不是，那我们就这样吧，我和石头。可以。剪刀，剪刀，哎，对，剪刀，对，剪刀 ，OK， 蹲下来。你看啊，我给你展示一个啊。咱们走。哎，我也想跟他们一块蹲屁墩儿，我觉得这好玩儿。你用这拐杖，他点上去。老师，你再来一遍，我们试试。然后布布布，哎呦，就布了吧？他们肯定做不了布是吧？啊啊！哦，哎，可以啊，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这个他们一定要做一样的是吧？当时这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下次做布之前跟我说一声。我先让一下，我要出布了，布了。我先让一下，我们这布好，这个布啊也行，也可以布。万能动作，自己的动作。你有想法？你设计一个。嗯。我今天从开场到现在为止全是这样的，整片就让瞪瞪。白眼，这是一个大白眼。你让我当个爷们儿行不行？今天怎么了？哦，我喜欢这个。正义。我现在想法就是，从跳舞这个层面呢，咱们就是一个干不过人家了。我们如果让人觉得不好看，那就恶心他。咱们就是一个直击人内心的恶心，就团魂嘛，恶心。我的棱角已经快被磨完了，已经差不多了。咱们就是一个可以，我们说啥都行。我觉得很可爱呀、啊，谁说男孩子不能这样呢？这里面有什么要素在吗？这个掌要点地，这点叫点地，点地，然后主力腿使劲儿、嗯。确实，这叫点地了，只有这条腿能使劲了。它是有一个这样，哎。你是爱看《美少女战士》吗？太羞耻了，太羞耻了！我这个高冷路线走不了了。哎，我想到，如果我们压时长的话，就一个人一个人做。我们还有，我们不用压时长了。这一趴我想快点过。行，那这就是我们的万能动作。你看你好骚啊！不好意思。哎，我们俩这。你们俩是什么？
哎呀，有没有什么帅气酷一点的 pose？ 我们俩这样就从我们俩中间这样架出去，不要从这过去了呀。需要吗？需要吗？那可以。石头剪刀布之前会有一段舞哦，还有段舞蹈，左右，然后后 ，OK， 对，那我们连起来，五六七，走，嗯，啊 ，what？ 堂客就是堂啊，堂哥走，三步一窜，他妈两啊两回头，我就是不协调。团长，就来我们放个音乐，我们试试吧。右边啊，记不住动作，我们这次要赢了呀，真的黑幕。哎呦，后面相对会简单一点，就是抖音最近很火的脉动比邻舞，脉动你我的心，霹雳舞起来吧，学会了过后有助于你们 PK 亮相。一的零零零零嗯，大大大对，和和和嗯，摇零糖不负担，一大零大大摇摇和 OK。OK， 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霹雳舞新秀们了。首先要上场的将是我们的正片队。要，我们来了，跳，来跳。正片队，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将是我们的导演队 ，Come on！ 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这不纯俩部门吗？这不，这是哪个？四、五、六，这个。我预备备备备队员们啊，表演的还都非常不错，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比赛了，每队仅有一次万能动作的机会，但是呢我现在手上啊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脉动灵堂清爽特权，一次额外的万能动作机会。我们你们怎么了？想要我们要定了，我们要命了。这边字数多一点啊，我这个人就是这么随意啊。赢了，赢了，对啊，这游戏比字数是吧？我们更有气势，赢定了，来吧。哪支队伍先拿到四分，哪支队伍就获胜。来吧，我们先定一战术。我没听懂，你给队长讲一讲。啊，你是队长啊？就我们现在规定好了，石头剪刀布，然后我们不能改，三个人同时做这个动作。那我们两边先通好，是不是？是咱们三个，咱们三个，你跟他们通好，你怎么能？你出布？不是，是我们想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出什么，三个人同时做这个动作，不是他出什么，我出什么，你出什么，你听明白了吗？我们不是想好先出什么吗？我们可以去一个队友吗？我们这个队友，他们还在讲规则呢。绝了，我们定了。这就从这智商就已经。按照动作的流畅度来讲的话，你是石头布剪刀是最方便。我跟你讲，他们肯定爱做石头，我们就多做布就行了。他是会轮着跳的，我们就万能石头剪刀连赢两局就完事儿了。来吧，解释完了，不容易。开始之前啊，听听两边放的狠话。听好了，哥们儿以前玩劲舞团的，
哥们儿以前玩 QQ 炫舞的，我怎么这样？听好了，吓死你，吓死你们！三二一，来来来来来！打爆他们，把你们正片打成花絮，再把你们的花絮一剪梅。我给你们打成花絮。不听不听，麻烦你。你们俩来那个。是，他跟我们整了个组合技，还抖臀，我就要不是腿不好，我可抖死你们，真的是，这还不会抖个臀了。OK， 好的，那马上开始准备我们的比赛了。剪子咋做来着 ？DJ drop the beat。啊，不必不必不必，抓不了 beat， 抓不了 beat， 抓不了 beat， 抓不了 beat。哎。哎呀！那，剪子怎么做来着？等一下，你们这怎么就一个人？你有秧歌啊？来，两边出征。三二一。不许的。剪子。你这叫等会儿啊，他这叫剪子。导演队1-0领先啊 ！DJ drop the beat。石头是啥来着？啊，石头就是蹲的。石头，你记得咋做吧？知道了，知道了吗？真的。啊，马上到了。哎，赢没赢？这边啊，没问题啊。然后这个是剪刀吧？石头，老秦是石化的。现在1-1，这个啊 ，OK， 好吧。金谷老师给点音乐，有点炫技来了。小贾，准备好 ，2-1。耶、yeah! 啊！哎哎，你做啥呢？你们仨不一样，你做啥呢？不是，我是有一个韵律，你知道吗？你没做过，我跳的，我跳的。没有没有那个，不没有那个。那个有没有？有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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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石头，你干嘛？我忘了，我不是石头啊。我是石头啊。对呀、啊，你也是石头啊。他也说是石头，只不过是有个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下来。你们说的石头吧，我们其实说的是布，我们都有一个伸展动作。没那个，小伙伴，没那个，没那个。来，我听听我队长要说啥，来说。我觉得应该算哈尼爷，因为女生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韵律呢，我知道。玩什么呢？玩什么呀？女生会有这样的一个韵律，所以我相信她。女生得出来帮女生呀，当时我就想保护她。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们？我来挖人，来吧。他们俩都不跳，我都不好意思。让姑娘展示一下，她会新疆舞，好像刚刚给我比划了。是吗？我感觉他们下一个是石头，那我们这个可以。我别错了。你不要错了。OK。行吗？服你了啊！哇，真的好上头啊！我得休息一下了。全新脉动零糖，零糖零卡无负担，好喝还没有负担。以后这个脉动零糖就是我的快乐水了，我的状态又回来了。来，准备第四轮。这是我们单身 Queen， 这就是。哈利克斯回来，哈利克斯回来，哈利克斯回来。不要错了。OK。蹲下，蹲下，蹲下。哎。老秦一直都是一脸无奈，不知道为什么已经看到对方出布了，还要出石头。我还以为他
他裁判，你知道吗？邓中间，因为他蹲不下。对面就是一个降维打击，他不光降维，他努力的在打击我们，好心酸啊！我们就应该叫心酸队。哎呦，哎呦，哎呦，雷大哥！哦，你们推着我往前走，你一会儿有急我就抬你脚。救救我！太残暴了！太狠了吧！这是什么？大哥，你胳膊得撑着点，不拿脸撑。我先得撑起来，你们再举呀。你太拼命了，哥。你说一个老显眼包，我懂。里面岁数大还挺爱玩，那错不了。你看，待会儿还上那兜一圈呢，我还。我们刚刚这组输了，然后我要使用一个脉动特权，这一把重来。好，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时光倒回 ，DJ drop the beat。那下一个，嗯，那下一个，你下一个。哎，哎哎哎！你看，我还上那兜一圈呢，我还。哦吼！你们这什么呀？万能，什么万能？是不是他教的？我就听不了这声，这也太过分了，逼我们是吧？对对对，你图一个什么呢？哎，你过来玩，我跟他们聊。不行，这裁判会偏心那边。那不会，不会的，不会。那咱们不是那样人，确定吗？确定吗？嘴角都抽搐了。有没有厉害的？来，老师，你等会就这样，我们等会就算，你等会就三个，我们三个就在这站着，然后那个音乐一开始我们就让开，然后你就冲出去，好吧？再带两个兄弟，干架了吧？来五个，来五个，你出去有主意，我们就卡他半拍，咱们就看他们出什么，然后咱们呢用一个连贯的动作，到时候他们也没啥可说的，我们就是动作慢，你在中间，我们跟你，可以可以，他真狗啊，有招哈，有招，真的，什么叫真正的坏？来，走起儿。你是真坏呀、啊！我只是身体年纪大了，稍微有点慢而已。我以为你们是慢放，你知道吗？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们这边年龄偏大一些，我觉得这把你们赢了。啊啊！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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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样。这样，我们这次躲在 dancer 后面，然后让他们在前面跳，等他们到三二一时候，他们撤开，我们把你举出来。好，来吧。什么情况？站起来了，待会儿。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哇，他们要出万能了。万能长。看到你们出万能，我这边只能鼓掌，也没有什么太多办法。你该上班了，琢磨啥呢？还玩进去了，还呀？OK， 来，两边准备好啊 ，Let's go。DJ drop the beat。哎呦，每一局都有新的呀。3、2、1，走。这边已经拿石头给出来了啊，这边关键的时刻又给到一个剪刀，他们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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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出我们的大会长苏亮，恭喜我们导演组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花絮。把你们正片打成花絮，
你看导演组多高兴。哇，看我们改名了，我现在叫制片人。这样吧，我们叫脉动队。脉动队，哎，那我们脉动队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那我们现在出发去我们的终极巅峰赛场，迎接最后的较量吧。Let's go， 出发。好，各位，我们来到了巅峰终极决赛的现场。我们身边这群学生啊，是今年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哇，恭喜！恭喜！恭喜你们顺利上岸。今天啊，他们将会跟你们一起携手冲向最终胜利的终点。刚才我们脉动队赢得比赛，获得了我们最强力的 buff 赵丽娜老师。老师，哎，我又来了，我们把你赢下来了。打爆他们，打爆他们，打爆你们。在开始比赛之前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选队，用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来玩一下，跳动了谁的 DNA。 你们需要每一个人讲一个自己在学校期间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他们有相同的经历，就会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中。好，那从我们刚才优胜队开始说吧。你们谁上学的时候老师问题然后不敢跟老师对视？都有吗？来来来来来，真棒。你们谁上课的时候有偷偷吃过零食？那来啊。哎，我知道，我说一个。你说，家长以为你在写作业，但其实你在玩手机。然后家长一回家，然后你直接把手机，直接把手机藏起来。来来来来，哎，不是，你们要考虑你们的家长会看这个节目的。没关系，考刚考完了。是没睡醒迟到的过来。你们都没迟到过吗？没有。完了，他们学校是住校生。有没有在上学期间被家长被迫上一些兴趣班的？有吗？没有。我你过来。我可上太多兴趣班了。都没有吗？有。你上的什么班啊？我上课外的补习技术的班，就是学电脑。我们也有，我们还偷过鼠标珠呢。哥，人家1999年学校才成立。哥哥，你87年的哥哥。你是一个大学生啊，朋友。怎么了？你没点共鸣吗？他们学校是99年成立的。我帮你们想一个吧。好。在那个学校便利店买过干脆面的。没买过吗？不喜欢吃干脆面。哇，这他们已经到了不吃干脆面的年纪了吗？小学是。你们干脆面还有记卡吗？小学的时候。小学有。你们干脆面没记卡了哟。不，这都已经不是跟我一个年代的了。到我们了吧？你们说。上课打瞌睡被老师抓到。来。嘿。上课看过小说呢，过来。你站中间要不好不好？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平常你挺忙啊。我也觉得我挺忙的。上兴趣班。上课打瞌睡。上课看过小说呢。哪儿都有你，那怎么就是？年少轻狂。我都记着呢，我跟你说。好吧。我们再多提一问题行吗？可以啊，可以。那个喜欢黄明昊的过来。没有。大胆一点啊，大胆一点。我觉得他们是想跟你在一个队有话讲。他们为了这个都不诚实。那你应该说喜欢你的过去。全去了。我还
还在这儿呢。我们这几年白干了呗。Justin， 我已经想到一个了。那你再说一个我听听。你把这个送给他们，我们人太多了，你把这个送给。我不敢说了，我一说那两个人都要过来了。抄作业的给你们，你真不要，他们都抄过。给你，你都不要。哎，咱们现在点一下人数吧。哦，我们17，你们13，够了。我们要玩的是多人多足竞速比赛，最先到达终点那个队伍获得满级状态奖。啊？竞速？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怎么绑在一起？对啊，我们给他站呢。我们给汉尼绑这儿。我们绑的是脚，不是手，不是头，好吧？不是，你要听我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红，我跟红叶这样，你看汉尼，丹丹姐、丽娜姐，你看汉尼，汉尼这样吗？没有没有，汉尼基本上全程都是这样绑的。哎，来试一下，汉尼来试一下吧。汉尼，你在中间，你在中间，你得架在我们上面。你赌冒昧呀？镜头都没了。哎，要不然你们就架着我走呢？哦，前方高能！来，一二三。安妮基本上全程都是这样跑的。咱们今天讲究的是团队精神嘛，有没有信心？来吧，各自带领各自的队员到两边去进行自己的训练。我们可以的，加油！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小心摔了，我们别摔就行，慢慢走。对，慢慢走，输赢没有关系。但是我真的跟你们都不是一个画面里面的。确实啊。你看，我就感觉我多像一个刚刚高考毕业的人啊。老秦，如果你觉得你不太方便的话，我来替你跑，你来替我裁判。行，我相信你，如果我们要输了，所有的责任都是你担。你是我的父亲。来吧，那咱们站一排吧，个高的站边上嘛。我站哪儿啊？我这个就比较高的是吧？老男人算个高的了，那错不了。那你往中间站吧。差不多了。哎呦 ！Hello， 我是朱旭丹。哦，还有一个人。对不起啊，对，我忘了。管好你的嘴，小鬼。要不你站我们俩中间也行。对，那你站那儿吧。按照身高最矮的，然后最高的，我们快一点。来，你就站中间。然后下一个，一左一右。对对对，他你可以站在那两个女生中间。他们成隆重的邀请，中间 OK 吗？那我们俩在这边呗。你俩在这儿，我去那儿吧。我们一就是左腿，然后二就是右腿。好。然后到时候开始的时候，我来喊口令吧。我们先走，大家先按照我的口令走，不要跑。好。特别容易受伤，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哇，好专业。太专业了。准备好了吗？好了。OK OK OK。三。小心啊。二。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哇，哎，可以，哦，赢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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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开始，一二一二报个数呗。一二，都是喊一，就是像我们说，我也不知道喊一的迈哪只脚？左脚。迈一的迈左脚啊，是喊就是喊是什么？啊，是喊就是喊是什么？什么？智商谱。喊一的迈左脚。哦，喊一的迈左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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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一的迈左脚。我是几？你是二。一。二。可以打爆他们了，我觉得。这不随便赢？休息会儿等他们吧。对，大家凉快凉快吧。我们坐在他们前面。你们也太慢了吧？你们能不能快一点？那我们都试一下，把我们你们就喊一迈左脚，二迈右脚，
来一。你不是二吗？他右脚。我右脚。我们一就是左腿，然后二就是右腿。哦，那我现在是什么呢？你是二。我这挺难受啊，我有一只自己的脚。对。这十五分钟不够我们组织规则的。哎呀！来一。老像老年队带队的。二。一，二。怎么快了？你看看他们真的是，这赢定了，这没得输，这怎么？一，二。你看过我们节目吗？没。一，二。当初浪的还有你们那一次，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慢。一，二，一，等会儿，二，完了，中间卡住了，有点乱了。慢点。来，老秦补个状态，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先找齐意思。来，好，停，对，起来。挪过去，小碎步过去。哎，试，来，三二一，小碎步，走。走。腿上脉动一声罢了。小碎步，走。哎，我们就这么玩。你们能不能快一点、啊？我们结束了，我们等你们呢。来吧，朋友们，打爆他们！来吧，战斗吧，孩子们！来吧，开始比赛！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冲！没毛病。准备。三。二。走！哎，拥抱，慢点，没事，不着急，咱们就撑起来，撑，慢点，撑。一二，慢点，不着急，慢点。一二。加油！慢，等一下。调整。他们突然减速了，我们这帮小伙伴们，咱们就是一个齐心协力的层。慢点。我们爆发了，跟加了波小氮气一样，啪，我们起速。走。慢点。调整，快。没关系。一，碎步，走，放开，跳起来，走，放开，放，跳起来，冲，跳起来。大家请喊口号的时候，就是一个团魂爆裂的感觉，感受到了大家团结的力量。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能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因为同学之间那种嬉戏打闹，还是很怀念。太强了，都带着我跑的呢。哎，说实话，你看我们这蹭怎么样？怎么样，咱这小包怎么样？你这还行吗？
没事。没事吧？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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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那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努力的，然后去完成这一个多足什么多人多足，我觉得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一次也看到了大家付出的努力，我觉得这一次咱们别分出个胜负了吧，咱们就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怎么样？好，咱们打平了，满级状态奖就一起颁发给在场的所有人。好状态，行动派，全力以赴的行动派二。哇！非常感谢今天的运动员以及我们的高中生们，感谢你们，我们今天预备队的选拔任务全部结束。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收集快乐的多巴胺能量。啊，有点胜负欲起来了，太想赢了。今天偷看是不可以的。我俩的姑娘怎么了？要认真跳，不能放水。这游戏真好，你给我，你为什么要抢？一个拄拐的咋跑这么快呢？我都气拐了。你是不是叫哈尼？哦，我是哈尼。耍我！没有物质的友情就像是一盘散沙。该我了吧？你不能这样。最后的胜利者是。接着奏乐，接着舞。